大家好，我是 Shelly 姐姐，欢迎大家参加联合国海洋十年儿童陶艺计划2023海中陶园。我们又见面了，希望我们大家一起继续保护我们的海洋，令到海洋生态不要再恶化下去。这个世界上面有这么多样海洋生物，其中 Shelly 姐姐最喜欢的海洋生物呢，就是圆碌碌的海豹了。大家平时去主题公园都会成日见到这些这么得意的海豹的。不如我们今天就一起整一只很得意的陶瓷海豹啦。首先我们将陶泥分做两份先。第一份我们会用来制造海豹的身体。我们只要用手将它搓做一个椭圆形就可以了。另外那份我们再将它分成三份先。分了三小份之后，第一份我们会用来制造它的头部。海豹的头是圆碌碌的，所以我们将这块泥搓圆先，然后再用木工具或者我们的手指将它和身体的部分粘合。第二份我们要制造五个圆形，其中两个是大一点的，另外三个是小一点的，分别是用来制造海豹身体左右的鱼鳍，还有海豹的鼻和它的嘴。完成之后，我们一样用木工具或者手指将它和身体的部分进行粘合。最后一份我们会用来制造尾巴。海豹的尾巴是三角形的，所以我们都用我们的手指将它搓做一个三角形就可以了。一样都是可以用我们的木工具或者手指将它和身体的部分进行粘合。这样海豹的外形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一样都是等作品自然风干，又或者可以用风筒吹干的，干了之后就可以上色了。颜色方面，小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自由创作，亦都可以加上独一无二的海豹特征。不过记得颜色不要加水，洗完画笔之后都要用纸巾印干画笔才好上色。然后等第二日颜色干透之后再上光油，那就会令颜色望落去更加漂亮了。这样很可爱的陶瓷圆碌碌海豹就已经完成了。大家快啲发挥你哋嘅创意，用你哋嘅作品话俾我哋听，你会点样保护我哋嘅海洋生态啦？完成作品之后，记得上传你哋嘅作品照片啊！拜拜。